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斋月第二周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第一周保持总体上的平稳，只有一些细小的差异存在。比如许多新话题在2019年斋月的第二周内引起了社交媒体用户的注意。以下是印尼市场研究机构 Jackpot 在2019年斋月第二周捕捉到的媒体使用习惯。主要关注的媒体类型有本地全国电视节目、社交媒体、YouTube， 旨在捕捉流行趋势及热门话题，把握播客和媒体平台的发展趋势。受访者属性、性别、年龄、收入在斋月的第二周，风斋饭、苏沪尔与开斋节 Fastbreaking 的流量主导仍然是由社交媒体、国家电视台和 YouTube 主导，并且在风斋饭、苏沪尔与开斋节Fastbreaking 没有存在明显的差异性。第二周风斋饭、苏沪尔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总体与第一周没有太大差异，但在开斋节 Fastbreaking 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相对第一周有明显下滑趋势， Instagram 下滑10%，而 Twitter 则下滑了20%。斋月第二周社交媒体热门话题，斋月第二周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由榜首从第一周的 Avengers Endgame 变成了第二周的 Three Crown Jewel in Ramadan 就可以看出，斋月第二周 YouTube 用户关注内容，斋月第二周 YouTube 热门话题，斋月第二周 YouTube 热门频道，斋月第二周新媒体平台表现。